高精英仪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高精传奇，为修翻碎法教化。在咱今仔日看来，是一件真正普通平常的代志。但是，伫咧百年之前，迄、那个保守的年代里，却是真正轰动的大新闻。这都予咱不得不佩服印光杰出不凡的见识，开风气之先的大无畏。所以，当时的总统戚世昌听讲了印光弘法的事迹了后，就颁证了一块牌匾，亲身题写了“五帖原名”四字，来表彰印光的德行。想不到，当这块匾啊被大队人马送上普陀山的时阵，印光竟然唔知影秘去倒位去，大家找了几半步，也无看到人影。事后，印光平静地甲大家讲：“惭愧啊，我这规半世人，将来无悟出什么高深的道理，无达到圆明的境界。我印光唯有一心念佛罢了。”这尼啊谦虚待人、平凡度日的印光，会甲弘一法师之间有甚么款的因缘呢？今仔日的高精传奇系列，我们继续来为各位介绍印光大师传奇的一生。印光在接到弘一的来批的后，对于言辞诚恳殷切、文情并茂的内容，同款感觉到真正欣赏，看作是珍宝，马上回批勉励弘一。从此了后，弘一就借由多处的批信往来，向印光请教学佛方面的疑问，印光也拢一一详细加以指导。弘一大师出家了后无多久，就伫咧1920年，为别位来到了踮伫咧浙江的新定北山闭关修行，以求证得念佛三昧，好上报佛恩，下利群生。所以伫咧闭关前夕，弘一专程请人为家己的关房提写了一面血光色的匾啊。除了表明家己效法明代敖益大师甲印光法师的宏大志愿以外，也有编辑家己求法门道就要永不退转的意思。弘一也阁写批向印光请求训言，印光马上伫咧回批里开始了关系到闭关用功的原则甲注意事项。伊甲弘一讲，闭关用功关键是伫咧心着爱专一，未得一心尽情，袂呢着急要求感应，那是无就是修道的一大障碍。念佛得一心了后，自然会有感应。无起心动念，心如冰镜当台，映照出心如万象。当时印光无未记之劝诫弘一，学佛修行之路相当的漫长，千万会记之就要保重身体才好。只不过弘一拄则开始，并无将印光对伊的殷切交代放在心上，所以伊也是因为用功过度，加上又搁发心要弃学抄经，致使健康出现状况。弘一唔那眼前定定会出现乌影，伊的两只手也无度轻易的举起来，连食饭拢成做了大问题。最后弘一只好暂时停笔休困，等到身体了啊较好转了后，才继续写经的工作。知影弘一的身体健康出了状况，着急的印光赶紧收连续的写了几封批，关怀慰问。伫咧批里，
印光看到弘一光，入到修持的途径有真济种，却无有定法。如有一定者，便是虔诚甲恭敬。所以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的利益。造下合乎之心，勇猛精进，力行相人难行之事。又搁要弃下写经，可谓重发勤心。但造下体弱，而且心思细腻精密，过头要求完美。那最初就仿效古德做处行，恐惊气血亏损，心力不济，应当大声专心念佛。然后又搁写讲，当务之急在一心念佛，不用急的气血抄经，安尼反倒等会耗费太侪心血，令人心神衰弱，成做精进念佛的障碍。相言安心如何度量，咱只是凡夫，毋免盲目对谁发生大事的可行。只要一心念佛，自然会发生清净圆融。印光大师对弘一法师的谆谆教诲，会当讲真正是用心良苦，搁较宛如一届当头棒喝，适时的阻止了弘一盲目所尽的修复方式，改变了修持的方法。除了这以外，一向伫咧修行正业上严谨自律的印光，也针对弘一甲伊佛经往来当中所使用的书写字体，提出了断不可用的建言。原来弘一法师的书法虽然早就已经得到真好的艺术成就，但是一般书法注重伫咧传达诗甲艺术的意境，甲佛经书法要求写经的人展现出虔诚敬意的修行境界，有真大的不同。所以印光直接无暗藏的甲弘一讲，写经甲写字评无同的所在，是伫咧处伊的新闻趣味，毋免恭敬。写经亦如尽书写册，一笔落下，必须心神为止，不容半点姑且随便。字体一定要依照正体书写。古往今来，不少人用行书草体来写经，我对这绝不赞成。毕竟这段翻译了行书度众生，生佛道乃一大书性书，免得会当将草经看作是囡仔伫咧佚佗，马虎行事，由着家己的性地，将经文写得亮辉宏武咧。印光大师这一番，一定着爱以严肃恭敬的态度来抄写经书的开始，带予弘一强烈的震撼。伊当下就按照印光的要求，将写经的字体一笔一画拢变得恭敬了后，才阁寄予大师鉴定，果然得到印光的认同。印光回批讲，抄写经文是将凡夫的心识转化为如来智慧的行为，以所需要的严格恭敬之心，比起古代进士上金殿考状元，要搁较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未用你有淡薄太慢疏忽。若是大德会当照安尼做，必定会当伫咧选佛场中得中状元，金接手书，见其字迹工整，做下可依此书经定得宏愿。经过印光大师即摆提醒点化，弘一法师日后伫咧写经书的时阵，搁较认真一点啊，也袂马虎。伊的书法因为安尼，予人学了做佛书。到家遮，
方一对印光大师更加是心悦诚服，崇拜不已，俄罗印光为弘扬净土，明清佛法，占满西方，三百年来一人二义。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，不求闻达四方。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，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，感谢您无私的爱心，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，话拨账号4227-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弘一对印光大师的尊敬之情已经无法度，搁再借着批信里简单几句话语的指导来得到了满足了。伊决定要移植伫个印光的门下，谈好加亲近大师，获得大师亲身的教导，使道业搁较精进。所以，弘一法师就伫个西元1922年头一摆上书予印光，正式表达出伊想要成做印光地主的请求，但是弘一法师的要求，真紧就予印光谦称家己无大功德，并且一向无剃度地主，无受文人的理由加拒绝了。但是弘一无因为安尼放弃成做大师地主的想法，伊游玩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恳求印光。甚至还阁发愿忍辟降佛，祈求三宝佛力加庇，予伊会当早日完成拜师的心愿。到甲尾啊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弘一足足恳求印光两年外了后，印光总算是予伊的诚心诚意加打动了，后来答应收弘一为弟子，予弘一实在是足欢喜的。这一年是西元1924年的拄正进入夏天的时阵，弘一法师伫咧周明游兄弟的陪同之下，为温州的庆福寺出发，前往普陀山调咧印光大师。随后，因就伫咧法务寺举行了一场既简单又阁不失隆重的拜师仪式，成就了这一段发言当中的最高调。弘一拜师了后，也伫咧法务寺当中停留了7天，逐天为早到晚，随身奉台伫咧印光大师的身边，并且不时的观察学习印度的一举一动。弘一发现，年纪已经过了60的印光，无论是扫涂骹、擦桌啊、擦油灯，或者是洗衫裤，做任何代志，拢是家己亲身动手，绝对无让别人，坚持奉行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的原则。上界特别的所在是，印光每一顿饭食完了后，拢会大声沿着碗前将菜油啊转清去，或者是故意的留下一小块啊馒头，用以将碗里剩落来的菜油啊切清去了后吃落去。那无，就是将温的滚水倒伫个碗内，切切个了后，搁再连同原本残留的菜油啊做火淋落去，就是惊浪费掉一粒米饭。假设有人客来拜奉用餐，予印光看到伊碗内还阁有剩菜剩饭，印光也会马上面相急起来，正经的教训伊讲：“你是有偌大的福气，竟然敢如此糟蹋食物，敢毋知影讲要惜福？”印光大师高超的德行，处处拢予弘一法师感佩万分。弘一因为安尼，将印度的家言善行总结为16字：注重修福，力行善劳，
深信因果，专弘净土。此后，弘一大师尽管行脚四方，但是始终保持着严毅律己、苦修为乐的道风。这不仅是他本人实力有成的结果，也是伊甲印祖师徒两人之间的同心相契。律为教、禅、密、精之基础，精为律、教、禅、密之归宿。弘一法师第二次直接拜谒印光，是伫咧1927年的秋天，伊由温州经过杭州。昏睡到了上海的时阵，多好听到几位技术好友提起着印光，也多好为了印经传法，宣扬莲宗而住伫咧太平寺里，赶紧会同众人做伙去参谒印光。印光会住伫咧遮，讲起来也阁着爱感谢伊的另外一位法友，迄就是捌为伊伫咧普陀山。大建慧莲宏的真大法师，这位真大法师自1914年出任太平寺的主持了后，就真果断有魄力的将寺院全部重新修建。修建期间，伊知影印光每一摆为了弘法，牵引或车顶数行来到上海时阵，总是居无定所，归去。特别留了一间净室供养印光，这个举动让上海真济佛教居士，唔呐讲，搁较有机会亲近印光，净土法门也一天比一天伫咧上海大大的流行。弘一法师穿着一双用麻布编做的行脚鞋，三步做两步，表情愉快地赶到太平寺。只看到伊一个到底寺院的山门外，就马上动手，将家己的净土从头到尾捡予整齐。伊表示恭敬了后，才踏入寺内。一个入去到印光修行的静室当中，弘一随着对印光顶礼叩拜，动作真正慎重。然后弘一就以地主的姿态。请印光上座，家己就伫咧左右弘台，两位当代高僧并肩而坐，那将弘一法师比如做亲像水同款的秀美飘逸，那呢，印光大师无疑的亲像是一座高山遐尼啊宽阔雄厚，这个画面实在是绝妙至极。弘一法师合掌。昆请印光开始，印光首先开始讲，学佛要当得到实际利益，便是了生死。生死不了，只会晓轻率地念几句符号，凊彩应付写几篇文章，这是无路用的。说落去，印光话锋一个弯，对着在场的几位居士，面色真正经地讲。儒学甲佛法两者本来一致，无非是教人着爱扶持诸孝，享有地宫等等。不过，佛家是用因果来讲，迄道较深奥真侪咯。行善就有福，行恶便吃苦。人什么人愿意吃苦呢？念佛个人会当求得解脱，但是。在学会晓念佛进前，就要大声学会晓做好人，教育好子女。对，贫僧就是在讲的。恁总是想着讲，要如何加印几本经册来送？这个心真好无唔对，却唔是上界要紧的代志。恁上界应该做的，是教育好子女事实。尤其今日世道这么的败坏，社会人心混乱，都是一些不善教导子女的人所做的业。
所以讲，贫僧希望各位大德倒转去，一定都要将今日事实教育好势。同时，请替贫僧转达予注意的夫人，教育好事实关键，伫咧贤惠的母亲。有贤惠的母亲，才会当教育出有出脱的今日事实，这是天下太平的根本。这个功德可远比送佛册给人搁较大真济啊！确实，俗语话定定伫咧讲，祖庙多拜仪。对比咱今仔日定定伫咧新闻当中看到的一挂社会案件，往往拢是家长想过头挺身事实，无适时的纠正子女错误行为造成的悲剧。这种无正确的教育方式，到甲尾啊，除了家己的子女事实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外，也阁伤害了其他无辜的家庭。印光大师伫咧一百年前就这么啊重视家庭教育，值得咱后人反省甲思考。印光开示完毕了后，弘一法师照常对印怒虔诚的顶礼叩别。了后，等到其他居士拢行出了正房，伊才退出房来，心中的将房门关起来，依依不舍的对着大家作回离开。了后，两位大师虽然见面的机缘无济，主要也是通过回信往来交流，但是师徒彼此的心灵交汇，完全表露在字里行间，予咱后人读起来有一种悲天悯人、超脱俗世内涵佮风味。讲完了印光佮弘一的师徒言，大师佮天下一切众生之间，又阁会有倒一挂予人深深感动的故事呢？佮较侪精彩内容，请静待下回分解。